唐天元、蔡旭哲。一飞啊，把我的心也答应起来。我光想陪着我儿子去一块儿去干那个奖，但是咱这身体不行啊。我就希望他往这上头圆满完成这个任务，啊，平安的归来。做贡献，为祖国争光。我在这叫等着你完成任务回家。我对弟弟这次完成任务非常的有信心。都说十年磨一剑，弟弟为了这次飞行足足准备了12年，我们所有的家人都一直默默地支持着他。今天弟弟能够成为神舟14飞行乘组的一员，我们全家人都以他为荣。